香喷喷的咖啡一口一口慢慢品尝，或是来自原乡部落的好味道，都叫参观的民众流连忘返。劳动部用实际行动支持地方产业，也带动全民一同做公益，特别邀请多个民间团体借由商品展售会的方式展售特色商品。那我们邀请了民间企业跟社团，那么来参与哦，那希望他们用实际的行动购买行动哦，来支持我们多元培力的这些伙伴购买他们的商品来实现我们的这个社会公益。3、2、1，掌声，谢谢。爱在培力多元永续展售会上，集合来自全台的南北杂货、美食珍馐、文创工艺及品味生活四大类产品，透过劳动部推动的多元就业开发方案及培力就业计划，让产品能不断创新，带给消费大众不同的感受，也促进地方的就业与产业发展。希望可以透过社会创新的模式，一方面带动社区或是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同时可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劳动部透过本次的计划，已经协助超过140,000人就业。本次展售会也邀请多个企业一同共襄盛举，借由爱心认购的义举，希望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吸引国内外多个企业一同响应，振兴台湾的文创产业。记者综合报道。